谢谢子。这是神悦纳人的喜年，一百年是双喜年，是加倍的恩膏和祝福。阿门。今天对我们的国家实在是很重要的一天。一百年前的今天，神用一群年轻人翻转整个华人的历史，翻转整个华人的命运。而在这一群年轻人当中，有非常多的基督徒，从我们的国父以至非常多的基督徒。可是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祷告神在这块土地上，在我们的国家里面，仍然有更荣耀的大事要做。阿们。谢谢主。我们的两位弟兄，王建轩弟兄、张俊雄弟兄，要透过神的话为整个的聚会带来属天的祝福。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好朋友，现在我们攻读神的话，历代志下七章第十四节。这称为我名的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共读圣经，上帝为古约历代记录下卷第七章十四节，只要因我祈祷并且悔改，当杀因所做一切的歹事，我就会对天听因赦免因的罪，重新和因的土地欢迎起来。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二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第一位的圣经是新约，提摩太前书二章二节，也要替遐个王甲有权位的人来祈祷，予咱凡事敬虔端正，通安然恬静来过日子。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耶稣来到拉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喜悦那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第三位的圣经就是新约，路加福音段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耶稣来到那些的，就是伊长大的所在。在安息日，照伊平常的法度入会堂，就徛伫要读圣经。有人将先知以赛亚的册给伊，伊就掀开，找到迄所在，记讲：主的灵临到我，伊用油抹我，经选我，予我传福音予送向的人，伊又找我，甲受掠的人讲，
因会得到头发，甲清明的讲，因会得到光明，甲压制得到自由，宣告主拯救欢喜的年。耶稣合切行会堂的职事就坐的，伫会堂的众人隆重注目伊，伊就开嘴对因讲。一个圣经的应验，恁今仔日有听见了？众人拢感情伊，奇怪伊的嘴说出稳定的话，就讲这个敢不是约瑟的囝吗？多谢。谢谢主，愿出于主的话能够成为我们整个聚会极大的荣耀和盼望。国家祈祷早餐会是全国的祷告，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所以浊水溪以北、浊水溪以南、中央山脉以东、中央山脉以西，我们是一起来敬拜神的。求主恩待我们，谢谢主。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好吧？在基督里，我们是合一的。阿门。谢谢主。今天在这里传讲第一段信息，是从南部从高雄来的郑伯仁牧师。郑牧师分享信息完之后，高敏智牧师从台南带来，和我们一同来祷告。郑牧师，敬虔的马总统啊，各位贵宾、各位牧长、各位主来同工，大家平安。啊，我相信今日咱这个国家祈祷早餐会，一定对咱中华民国要进入明年的双喜年，要带来真大的祝福。咱非常感恩中华民国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伊是基督徒。咱国旗的原始设计者陆浩东先生，伊嘛是基督徒。咱这个黄花岗72的历史中间，嘛有济济人，伊嘛是基督徒。伫当时国旗的设计顶面，啊，有无同款几种的模式？上时要采取倒一种，嘛有济济无同款的意见。一直到咱北伐成功了后，啊，才对孙中山先生来决定，今仔日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这个款式，并且确定这个款式伊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自由、平等甲博爱。其实无论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伫伊后面还佫有一个真重要，迄、那个属灵的含义伫迄个中间。迄、那个青天所代表伊是一个属天的祝福。白日咱知是代表是圣洁。这个十二道的光芒，这个十字是一个圣经内面真完全的数字。咱一年当有十二个月，咱一日日时有十二点钟。咱看起一系列有十二个支派，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在国旗内面有四分之三是红色，这个红色咱真明显看起，伊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看起中华民国的创立有上帝的美意伫迄个中间，因为罗马人书十三章第一节讲，既然是掌管的，拢是上帝所命令的，所以亲像旧约圣经先知但以理伊安尼讲，至权者伫人的国中的掌管，要将国赏赐予治罪，就赏赐予治罪。但是咱回顾咱中华民国过去这个99年，并不是有久长的治理甲平安。咱近来阁看起这个天灾连连，予咱台湾这块美丽的岛屿啊，正做受真大的创伤，予咱真正悲伤。但是咱相信，面对明年这个双喜年，咱相信是一个蒙福的一年。所以咱除了爱记着历史的教示，正做咱的感慨，同时搁较重要，咱是爱努力面前，向着所差的标来跑走。圣经提到喜年是经过赎罪日了后，才开始这个蒙福的喜年。
所以咱需要为着过去咱的软弱、咱的失败、咱所受到的灾难，来向上帝来认罪悔改，才予咱有法度通面对未来，予咱专心来仰望上帝。亲像历代志下卷第七章十四节对咱所讲，这称作我命的百姓，若是谦卑家己，祈祷求见我的面，我等等离开因歹的所行，我必定对天顶要垂听，要赦免因的罪，要医治因的地。这是以色列上有智慧的所罗门王，在伊要向圣殿的时阵，上帝对伊的提醒。我相信这嘛是上时现今上帝对咱真要紧极大的提醒。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达兰讲。讲爱为着君王甲一切在位的来代祷，予咱会当敬虔、端庄、平安、无事来度日。咱正教会古堂为咱的总统、为咱的小副总统、五院八部的首长来祈祷，求上帝保守因会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上帝同行。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达兰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捌至圣者便是聪明。咱求求上帝，赏赐予咱的至圣者有智慧、聪明的心，有计划佮能力的心，知识佮敬畏耶和华的心，予咱面对不论是国内、国际、各种的难题，或者是经济危机，会当制定一个真有远见的政策。带来国家走出一条光明的道路，咱祈求上帝赐予因有一个敏捷的判断力和领导的能力，让中央和地方单位会当配合好势，群策群力，三甲来重建咱美丽的家园。亲像过去，在咱的政府的领导的阶层，有一个中心办事。爱国爱民，有能力、有担当，才会基督徒参与伫咱国家重要的建设。咱嘛继续迫切祈祷，今仔日同款为咱的国家兴起，亲像圣经内面的约瑟，但伊哩一款有智慧、有计划、有眼远见，并且敬畏上帝的人，伫咱的政界会当成做一股的清流。来帮助执政掌权者，同心来建造富强康乐的国家。愿天顶荣耀归于上帝，地面上平安归于伊所欢喜的人。愿上帝祝福咱的国家，愿上帝祝福咱大家。以下时间，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盼望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恳求圣灵在这时候，我们整个会堂来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知道神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给我们的感动，我们看见什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若是在生命里面感觉到你告诉我们说，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在这里能够自卑，能够脱离他们的罪恶，你必听他们的祷告。主耶稣，我知道这是圣殿的祝福，而我们现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这地要成为圣殿，因为这里都是你的子民。主耶稣，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知道这是国家，这是一个荣耀，你如何把一个美丽的宝岛施在我们当中，我们何等爱这土地，我们何等的欣赏主你在我们当中所做那美丽的作为跟创造，这是我们献上的这个感谢。但是我们深深知道，在历史里面的洪流里面，我们感觉到有多少的眼泪，我们感觉到有多少的变化。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常常用感恩跟眼泪来思想主你在我们当中现在所行的。所以说你正在做工在这土地当中，所以说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祷告里面能感觉到这历史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我们愿意这一点成为耶稣掌权的世代。我们向你恳求的时候，所以说让我们感觉到，当你要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所以说那是一个时代的翻转。你不是用祝福，你是用更新的方法。所以说今天我们不是要在这世代里面要得好处，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世代里面完全改变。在那世代里面，如同一次灾难一次灾难下来的时候，所以说我们要看见的是，你要他们知道更新，而不是得祝福。今天我在里面求助你帮助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要看见你要更新我们，你要破碎我们，你要让我们从头开始成为一个敬畏神赞美神的国家，成为神荣耀掌权的国家。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特别求主你保守，让我们今天在这当中执政掌权者。我们为马英九总统来献上感恩，主你何等的爱他，主求主你保守，愿意他在这样的一个点上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宝贵的见证。求主你亲自来掌权，来引导，来感动他，让圣灵运行在这当中的时候充满圣荣耀。所以说我们知道你已未成的祝福，那时代改变了，成为那时代的见证。这是我们相信今天这故事要发生在我们当中。如果那时代的掌权者从王位上脱下朝服下来，在你面前披麻蒙灰的祷告的时候，所以说我们知道在这世代里面要看见神你把荣耀要祝福在这世代。有多少的祈福在这台湾土地跟历史上，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年来灾难一次比一次更大，所以说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相信，我们一定相信有一天这地要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都要充满赞美的歌声，因为这台湾要改变，这台湾成为赞美神的地方，充满神的荣耀。所以说这是我们在你面前所看见的意象，我们相信它必成就。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的时候，所以说知道这成为你名下的子民，我们都在这里。主耶稣，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如同你所说的自卑，脱离一切的罪恶，你必垂听我们的祷告，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主，我们祷告，我们深信我们一定会看见改变。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前两天刚刚收到张茂松牧师他们提出来的一份资料，在那份资料里面提到，不是教会做的调查，是他们邀请社会上最有公信力的机构做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调查。在这个调查里面知道，全台湾不只是台北市哦，是全台湾基督徒的人口已经超过 10%， 10%。我们鼓掌归荣耀给神好吗？谢谢主，这不是我们自己定的，是整个社会上最有公信力的单位他们所提出来的数据。谢谢主，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盼望。一群艺人他们被主得到，他们要用这首诗歌带领我们，把我们的诗歌和我们的祷告献给神。愿